这个我在2017年有拍过。巨型仙人掌，这是仙人掌花吧？全部都蜘蛛丝，这里是花岗石医院哦。有看到旁边的树吗？很高哦，起码六七楼高吧。上面的好像蜂巢。哦，旁边蝴蝶。黑蝴蝶。
这边也是可以看到。前面杂草盖到一半了，蜻蜓。